三庙哈、哦，他们呢、跟这个神坛的印度神坛的哈、哦，有很大的渊源哈、哦，很大的渊源。然后呢，今天是其实宣山庙呢在二十年前跟这间神坛呢有很大的渊源，等一下我叫那个林道静来解释一下。那你们知道吗？这一尊呢，哈，是新加坡唯一尊的哈，新加坡唯一尊的，就是它是 Lord Ganesh，Lord Ganesh 跟 Haruman 哦合成一体的，合成一体的一个神尊啊，就是新加坡唯一尊，嗯。那等一下我就让这个玉峰南府宣善庙啊，他的发起人哈、林道静来解释一下，他们跟这个神坛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哦？为什么呢？他们失散了大概20年啊，终于见面了哈、大家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现在呢，我又来到宜春，我在宜春地带哈、宜春。对，然后呢，这两位印度同胞呢，他是奇迹的哈，他奇迹的哈，其中一尊呢，他奇迹的跟女孩子讲话的，他奇迹的是哈鲁曼哦，就是这个印度的猴神哈，印度的猴神啊，这尊这个，然后呢，这一个呢就是啊，我要问，因为刚才呢我太紧张拍照了，好的，那我出去问啊，就是。林道静啊，跟这一间神坛啊，有什么渊源啊？他奇迹的是哈罗曼啊，就是啊，不是这边不是不一般的。嗨 ，hello， 对，等等，拿出。等你爸爸。
OK， 现在呢哈，我们找一个。哦，等他讲话先，打讲话先。你别来了，那别来了，不这个了，说了干。நீங்கள் வேறல்ல நான் வேறல்ல யா那么的照领导进的哈，他跟这个导演说。He's searching for him for 19年前And this year actually just done for after my mom passed away, and this year we done. But that one, the spike one, still planning.He said, uncle's one will be carrying. Yeah, the time will come. The time will come, but the thing I think it's the time for me to come back. And they say thank you, and part of that, so the Ganesha will be beside uncle. So it's actually bring my children all back.And it's actually come back and say thank you and everything, and then also for coming down the year, hopefully that our temple will invite him to my temple for my event, and part of that he get event will come with him. So it's like bring back the 19 years ago我们是在宜春哈，但是呢，地址。那领导进了哈，是 OK。跟这个神坛呢已经失散了大概十九年，他说的十九年。然后呢，在十九年前呢，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哈，等一下我就请他爸爸来说，那个玄三苗的爸爸，他这个发起人哈，领导进来说。这个是里面那个是哥哥，这个是弟弟。然后呢，里面那个是跳什么神明呢？里面叫那个叫Ganesha。里面叫跳老 Ganesha。里面是 Ganesha。这个是Haruma。哦。那十九年前哦，到底就是林道静哦，跟这个神坛到底有什么渊源哈、哦？等一下呢，我们就请他来说哈、哦。我们在宜春的大牌636。
那我是非常喜欢看，就是新都教的他的这些仪式的哈，嗯。那刚才咱们说了，里面那一尊呢，他调的就是老感觉是，那么几尊是哈鲁曼，哈鲁曼就是他就是印就是这尊是那个像猴神他的大神爷。你们知道吗？这个神坛的哈，它里面也是有。它里面是大悲宫的哈，可以看。那听说呢，就是这个先生们发起的令道经的哈，就是跟这一尊老甘尼沙的哈有很大的渊源哈。那么呢，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故事啊，等一下就他让他来说。那这里面呢有一尊神明呢，就是他是洛迦尼沙跟哈鲁曼哈合成一体的哈，就是新加坡唯一一尊，只有一尊在这边啊，一尊的神像，好的，来看。现在领导正要邀请他的恩主来了哈，我们看一看就是前三秒的恩主应该是铁公吧要来了，然后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看的就是印德非法，印德非就是所谓的两大宗教啊，就是交流，他们在做很多科仪和二次法事，然后就是我说话呢就比较小声一点了，好，现在呢玄山庙的这个林道静哦，才会请结公来，在二楼哈，二楼。你要请结公吗？我要请，我就要请。你现在吗？现在吗？啊，还是要讲故事先。讲故事先。讲故事先。OK， 来，我跟你说，今天呢，我是应玄善庙哈的全体他的八旗和理事啊，他儿子呢叫我来这边了记录，因为他跟我说。你跟这间神坛呢已经失散了19年，对，对吗？十九年，然后怎么会找到的呢？哈，刚巧，上个月吧，有一个 funeral event， 那我们就遇到，因为是一个误会，就造成那天他就堂哥跟我有讲话，我们就从那边谈起。原来是一个误会上的误会，失散了十九年，所以你也是怕人家不接受不欢迎我们，到那天就是人家就是他开口，我也看好像说讲话，他讲他的原理，我也是讲到我的原点，然后就误会十九年的恩怨就这样
闪人，他也是很 kindness 的，就是说22号我有做拜拜，我说好，那他也是，我也是可以回来嘛，也是刚想说 OK 可以回来，就是说一起嘛，因为他们这个是 for 他的班姑尼的东西啊，哎，然后呢就是19年前发生什么事了哈？是人事吧，就是好像说哎呀，你班印度人跟着我还是我国的人跟着他的意义的问题。因为我说19年前你们不是有共同做一个法事吗？对，共同做一个法事，那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时呢？那时候是也是其中一个香客也是印度人，他老婆有事情说就来我们的庙啊，没有看老婆，这老婆他的庙来我们的庙帮忙，他的这位激动的老婆不是不是另外一个香客，他们的香客，香客、哦、香客老婆、啊、变成说看老婆有事情，我们就一起去三巴旺的海边一起住，就他的老婆哦，他的香客的老婆来你的庙，来的庙种拱头嘛，对不对？哦，上丁来的了，说我们就去一起跟着师傅去三巴旺帮助这女孩子，这老安迪啦，这是安迪了、啊、说做好了过后就刚好那年是04年，没错，04、03嘛，刚好05年我也是生病嘛，就生病我就来这里，刚好现在里面做住的跳象神的那老的他的哥哥，就是正式救到我的那尊神。是不是你那时你跟我说你生病，然后啊，对，就是那个要去，哦，要去 hospital， 然后你里面的肺啊，肺部有白色很多白点，就是这个，就是这件神坛啊。哦，说那个师傅还在啊，说刚好那天我们就在谈，连他也是很 friendly match， 就跟我讲说我的庙我等你很久了，是你可以时常回来啊。OK， 连就从那边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误会上的误会。哇，他怎么救你的？当时就是说，就是他讲说他，来这边问他嘛。对，他刚好他是坐在那边里面，他看不到外面。在这边吗？对，在这边、啊、在这边园里的地方、哦哦，连我刚好在那边啊，连我没有进去，他就跟他理事说，里面有个外面有个男的穿红衣的，叫他进来，就是我，因为他们印度人不穿衣服，因为他们在拜拜嘛，刚好只有一个人穿红衣嘛，那我就进去了，他就跟我讲你有事情，我就问什么事，他讲我有病，我就哎，那我讲好，你可以救我吗？他讲可以，那你要带我去走。我以为只是普通带他走嘛，那你知道是大宝升级，就从那边我就带他去走，走了过后回来一个礼拜，就刚好我晕的，刚好又在进医院，进医院出来 report 跟我讲说你的身体缺少盐分，我也不相信的嘞，连 result 出来是说我的外道不见了，啊，就从那边开始我就 all the way carry 卡瓦利 all the way 到现在，哦，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印度神。对， Ganesha， 他救了你，对，然后呢以后你就是在每次大宝圣节呢你就会去开那个卡巴蒂来这边，对不对？哦，那尊神像，哦，那尊神像是他的弟弟的，这个叫 Ganesha 的老安哥的弟弟啊，这个的哥哥啊，是他们全家人帮助我啊。哦，那为什么你今天会来这边呢哈？我觉得人与人的问题嘛，我们必须要破冰，对，要和啊，你要知道你在你看到他你会想说不知道他喜欢我吗还是我喜欢他啊？不是哦，那天我们在那个 funeral 的时候遇见到的是我们搂住哦，连搂住他就讲破他的问题，讲说他的 reason， 连我也讲到我 reason 是刚巧是一样的啊，说变成两个人 happy 哦，连他的侄儿也是我的朋友，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不要哭嘛，他也是来跟我讲，哎，我被 uncle please 啊 ，OK 了，我就讲 OK， 哦，所以你今天会来，对不对？一，我们也没有他的电话，我问过他们的朋友，他们不给我他的电话 ，That's a purpose 我 lost 19年啊，所以今天是很团圆的一天了，是很开心的一天了。然后呢，你儿子嘛，现在就跟我说，哎，今天我老爸要去一个他以前救他的一个神坛嘛，你来记录一下。我说好，我就是肯定要，我很喜欢看。把这个建庙给我一样东西啊，就是人生嘛，人生一旦有波折，你要坚强走下去。那时候三个孩子才几岁啊，两岁、四岁跟五岁啊，就发现你的肺白点了。对，说在
在 做人的过程中，那时候我是放弃吧，哇，很险很累，是不是？你怕说胡思乱想。是从那个安哥带我来这里的过后，从那边给我看到一个重新哦，就今天我回来是感激他，也 part of that 是承诺，我们要达成一个承诺，嗯，就是说每年的他的大日子和我的大日子，我就会邀请他来一起，啊，因为他真正这个安哥是跳带型的，啊，齐天大圣，所以他以前都有时常来。说是人事与人为的问题，今天我们打破那个冰了，所以我也是很开心啊，开心，哦，就是很开心，很温暖，温暖，很温暖哈。然后呢，还有两兄弟哦，就是两兄弟嘛哈。然后他应该六个兄弟，六兄弟嘛。然后里面那尊，就那尊是 Lord Ganesha， 就最大的哥哥啊。外面这一尊呢是弟弟。弟弟啊，跳的是 Haruman 对不 对？然后刚才我拍了一段哦，他们起机的那个方式哦，啊，我用我这个新的手机这个。拍哈，然后呢，回去要下载哈，然后分享大家他们奇迹的方式，也是很特别的哈，就是我觉得新度教跟我们华人的宗教是属于大概它大同小异的哈，你们很多神，我们也是很多神，对啊，对对，只是说他们的神跟我们的神分别性就他们拜法不一样，对，他们要关门，是是，他们早上几点开啊，几点关，对对，晚上几点开，他们一天可以开两次，而女孩子。不能进，只有男孩子进啊。那我们都知道，玉峰南普宣三庙在夺关哦。然后呢，他们那边也是有印度神的哈，对，也都有神的哈。然后呢，好，这个他们来他的儿子哦，这是儿子 ，come， 呀，这个双脸嘛，双脸，我可以拍，刚才拍他很帅的哦，很帅，很 handsome， 他很 handsome 的呀。我双脸，阿姨，So you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r father and him， yep， and they have misunderstanding， no。No, small boy don't know. Small boy don't know. It's not about small boy don't know. It's about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yeah, 沟通啊，沟通，对对啊。Okay, he's going to invite his God here, really. Yeah. So, 好，我们来欣赏，就是看他们这个结功，结功吗？结功对，结果很有。Okay. 你先，Okay, can. Okay, 好。所以你请恩主来吗？结功吗？等他叫我等一下，他们那边在做东西。哦，好。有一个时辰，他们拜。哦，他们拜好，他们拜法，刚才我看的也是很特别，而且这边有一尊神明哦，很特别的哦，他的这个神尊是一半是甘尼莎，一半是哈鲁曼，只有他有，啊，只有他有，在新加坡啊，from start to the end， 他代表从开始到结束，是吗？哦，这很特别，这个神尊哦，然后呢，很多人问哦，这个神坛在哪？这个神坛在宜春大牌636啊，大牌636，二楼哈。然后呢，啊，好，可以，好，谢谢你啊，好，谢谢，今天是很温暖的一天哦，让我们看看一下。大家晚上好啊，然后就是大家看看。好的，我们的玉峰南普宣三庙哈，这次时隔大概19年哈，19年，然后呢终于就是怎么说呢，又见面了哈，见面了，然后。Can we come down? I don't know. Okay. 然后呢，现在晚上好，哎，好好，大家好。然后那时呢，我就是曾经采访过林道静哦，这个Michael 哈、哦。然后呢，他有跟我说过哈、哦，他以前就是曾经给一个印度庙的这个神明呢，哎。就是救了他哈，然后他说他很感恩这个庙，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19年后呢哈，他们重逢哈，然后呢各自呢就邀请对方去他们的神庙哈。好，我们的 Michael getting ready 哈，我们看一看这一光哈，这一光会印度神哦，就是印度神明哈，就是哈鲁曼跟这个。Ganesha， 那这种是好的蛮好，追着你跑啊，然后呢，
我很喜欢新度教的哈，因为新度教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啊，就是新度教。好，我们的刚刚今天准备了哈，他的太太他在准备了哈，好，然后这次他来了哈，就是特别的感激哈，感激这边的神明哈。好，我们等着看啊。为什么印度神庙的神很 solid 的嘞？哎，我很喜欢。那现在呢，我们等这个御风来福玄山庙的接工来哈。那个青色的裙子呢是堕桃哦，在翻译，看清楚啊，看什么清楚呢？现在啊，我的手一只手拿住麦克风，一只手拿住我的直播，我现在没有手拍照了。我很喜欢印度神明的哈。刚才有四宝没？哪里有四宝啊？写在上一个手啊，都没有看到啦，你看到吗？好了，我们的领导正在准备状态了。哇，期待哦，就是我们的临街巷结工哦，跟那个印度神明的交流。那是吧。这么多好玩吗？我要接风了。
他说这个飞的脚不好。也没脚，他就领导没脚。Too much being on cool. Okay. You love to eat. You love to eat. 这过来了。下来，那不是？再给我给他钱啊！叫了叫了儿子来了啊啊是吧请安娜。属狗啊，他属狗，他叫他左手戴一个金戒指，对啊，看到这种，是他们每次，这位女士呢，每次会去仙山庙哈，然后她跳的跳蛇神的哈，对，哎呀，好久没见到她了。我看过，他曾经在。玄三庙跳过。
我看过。要坐地下坐椅子，我跟他说，你要开始这个。他的多逃，他的多逃。好的，就是这一顿神明呢救了林道静啊。好了 ，Hello， 飘端，我在宜春哦，我在宜春。然后呢，这间印度神坛的哈，它有三尊华人神灵哦，就是大悲公，还有。大神也都有 ，OK。然后呢，他跟我说呢，哈，每次啊半个神啊，这个你看了、啊，你看这个神，新加坡唯一一尊啊，唯一一尊的就是神 ，OK， 就是唯一这尊 ，OK， 他是一半是 Lord Ganesha， 一半是Haruman， 哦，就是新加坡唯一一尊这尊神 ，OK。我还没说呢，我跟你说啊、哦，明天我一直在宜春，明天在宜春，星期天晚上也在宜春啊。对对，印度山灵的，对对对对，是。那我们看看啊，他的多涛啊，看看多涛。那多涛呢就把东西记下来哈、哦，然后呢，这个服务不错哦，啊，非常谢谢你哈、哦。对对对。啊，写下来，然后呢，包他东西就给那个三星哦。对，今天晚上没去，我没有去陈师傅那边。陈师傅是星期天，星期天我去啊。明天我整天都会在新山店啊，你看，哎呦，可爱哦。哎呦。那些刚刚进的朋友哈，可以就是如果你想了解哈。想了解啊，为什么林道静啊，这个玄山庙林道静呢，会这次来到这边的哈，可以看我刚刚直播，他已经解释清楚了哈，一说一句话，636。他说啦，做事情看心情的。Yeah, demo people home correct， 它是一个家里神坛哈，然后呢，Neil House 啊。
但是刚才看到我开车的时候看到我妈，对不对？做事情不要做人，大姐姐讲以前以前。这是我第一次哦，第一次来到一个印度同胞的这个这个朋友的家哈、哦、的这个，然后呢记录他们这个奇迹的这个过程啊，然后 blessing 哦啊，就祈福过程，对。但是不容易哦，我一只手在做直播，一只手在拍照，然后呢还要做主播啊、哦。他岂不是一样？对对对对，其实真的是很特别的，跟你讲哦，对。再看里面啊，再看里面一下。跳个屁！哪里有啊？是是，新加坡有新山店，有明天，明天我会去。然后新山店呢，他们在星期天晚上七点哦才开庙门哦。OK， 大家可以去那个 North Point North View 那边，就是为他们庆一下，去他们晚上七点好开庙门，嗯。啊什么？退掉啊？退掉，我都不知道。对对，他那个阿如麦已经退掉哈，那个师傅哈，对对，好，他来看他，看看他们交流。二十年哦。哦，他叫他，哎呦。哎呦哎呦！哇，叫他大圣爷来！再来，再来，接着，接着他。他穿他袍，你看，他穿他的袍。他讲了，他的袍是我们华人的袍哦。我就是很期待哦，很期待就是学生庙的成功。他往那个吉隆的头一张看，完了他的那个神明就来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哎呀，这是很荣幸哦。这大圣爷哈，大圣爷，嗯。齐天大圣叫。不好嘞！
哎呦，今天这样，为什么今天这样精彩？今天很精彩。他要吃东西，他要吃。哎呦，他要吃香蕉。哎呦。笑得我眼泪都吐出来。啊，讲福建话的嘞！哎呦，他要吃香蕉。哎呦！不熟。哦，他要吃熟了。今晚真的是难得一见，你看香蕉，20年没见了，先喝小茶。嗨，我搞。他在地上写彩蛋哦，然后呢，我们没看到嘞。太骚了，受不了！太骚了，受不了！两个大神爷哈！干嘛？他叫什么？叫什么？他叫哪个？叫 boxing 啊？担心啊！哎呦！担心啊！担心啊！掉！来，这个。
你赶紧啊！这个家伙，别别，笑死我！两尊大神爷哈，然后呢，这尊呢是老干的神。哦，错了，回来回来回来。他们的，我那个的，第一的。一个大神回来。怎么样？他拿一个针出来啊，他要穿针吗？好了，你这，他穿针。叫你穿。明白。过去，过去。你看到一个接力怪，哎，哥，哎，欢迎欢迎。哦 ，Thank you，Thank you。放哪里？拜拜。哦，这怎么是？哦，他给我吃这个。哎呦。很荣幸哦，就是第一次拿到一个印度神明给我的一个。It's very nice, very nice. 好。来来，这告诉你们，告诉你们。The medium white. Amber is white. White. The medium, the medium. 他给这个，你算不稳。不，不是，不是神台。放起来呀、啊！哈、哦，是啊，像护身符这样哈、哦。哎呦，他叫他拿出来，叫他拿出来，叫他拿出来。是啊、哦，神明给我的宝哈、哦，就是这个。对对，很荣幸啊、哦，今天啊，你帮我拿出来，我要去收起来这个。拍个照啊！截图截图，很荣幸啊、哦，就是这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个印度神明给我的宝啊、哦，嗯，走，给你掉下来，很感动。Sorry. It's an honor to have this. It's a. It's an honor, honor. 八年多了，咱那不离开门的。真的呢？No? Yeah. You hold this? Okay. You hold this with you? Yeah. Okay. Yeah. So, Master, you want to hold the mic nearer to you? Okay, sure. Yeah. So, you know Michael for... Nearly 20 years. 20 years. Yes. So, he told me that at the time, because of... That's a devotee? Yes, yes. And his wife? Yes, yes. Got some dirty things. Yes, correct, correct, correct. And then she went to his temple and looked for help. Yes, yes. Right? And in the end, both of you went to the seaside. Yeah, correct. And before we entered the seaside, they came to my house and now bring me to Jurong open area. They came to your house first? Yes, they came to my house first. They called me to help the joint venture. Joint? Chinese Indian got joined to chase away the evil spirit. The evil spirit. After we go to Jurong, we open here. I bring down. After we do something. After that, we do finish here. We go to Samoan Beach. Then we do something. After we struggle a lot.
we really fight for it, the evil spirit. Two of you. Yeah, two of the gods come down and fight the spirit. And then we are all the way, we, he put his master warrior all. Then I bring down my mustache and my Hanuman god. Then we take care of this. Isn't it? After we do it, and then one of our group cannot touch also. Okay. Then we still fight in the inside the sea water, go inside the water. You went to sea water and yeah, sea water. Fight the evil spirit. Evil spirit. Then we put a borderline. After borderline we do, then we win the case. Oh, win the case lah. After win the case, we all join together. Come here, carry a tanki with me. Then we come 3 years, we come a big 3 years. So she recovered. Yeah, he's covered. Recovered. Right. After that, I went his place, he come my place. Then it is prepared to carry cowries. My God, I give my God to give him to carry cowries. After carrying cowries, his boys all very small. Then we both go together. So he, just now he said, there's some misunderstanding. Yes, that is different people. They don't want me to join with him. They'll be jealous. They don't want me because I was too attached with them. Therefore, they're scared. Therefore, they tell different story all. But I'm him, nothing. We compare about nothing because Thai Buddhism, we will meet. Sometimes we meet each other. Then we see with nothing. Then I told him, my house also open. He was open. Whenever. After he go ask so many people, give the number. Nobody gives my number. After the funeral, we see, then we got it a number, we went to get a number, we give. But so far, I never misunderstand him. I'm still respect him, he respect me. There's because this is on top men give us a channel to move into, it means Indian and Chinese join together. We are fight for it one case. Like me, I fight one case. My story, I tell you one story. One ISB. Tell his story. His wife worked in cashier, CK Tang. She got problem, cash money, something problem. Supreme Court, he lost. Okay, cash money, okay. Go to court and lost. He takes some money or what, the company sue him. After we go to high court, after 4 years, we win the case. I got a paper in my... After you do a lot of rituals and newspaper all came out. Then I cut and put it in there. Just now when he talked about how you all lost each other for 19 years. 19 years, totally we lost. His eyes got tears. Correct. They said, the day I see him, therefore I told you in the funeral, I never think anything. Therefore I also respect him. Therefore I was strong, I cannot respect him. I tell my God to respect him. I do also, my God do also the same thing. Right? Therefore, we both. I'm solid him, and then now we are both. We are brothers. Forever we are brothers. So actually, we really hope that when they have a celebration, then you will be there. I will be there. One big function, I will come down. I will come down, my Taishan also. Your Taishan come down? Really? Definitely. Really? Your Taishan will go there? Yeah. I will bring your Taishan. Taishan very cute one. Yes. I'll bring my Taishan there. But another one is a black one come down. You want bring a lot. Therefore, my health there, I cannot. All bring Taishan, just to drink. That one come down. I must take care of my health too. So. Cowardy. The Cowardy is carry. We support, we carry his group all carry milk. And then we walk all the way. History. You have time. I carry about 50 years, I retire already. When my 48 years, I walk, I come out from Prema Temple, Mama Mustafa, I got a heart attack. Mustafa, I got a heart attack. But everybody asked me to open. But I stubborn. I never open. I say, my God waiting for me. I say, I will go there. I will give my milk. Then I will go see doctor. But all the way I go, 4 hours. You suffer heart attack? Yes. And then you still carry on? Still carry on. My brother, my sister, everybody cry. Ask me to open. I say, no. The God waiting for me. I go there, I give my milk, everything, then I take out,
ambulance there. Go they go hospital. Then I got 85% block. Block. Okay, so you have after you. Okay, you do the thing like the. I think your father never come my September prayers. I put the oil, take out my hand. That time he never attend. 放油，然后油。Every year September, last of the September, we put oil, we take out the hand. I already 55 years I take already, but not limited. I mean, so far I take about 42. That's the highest by one.Other than that, I low down. 对了，其实呢，哈，今天是。But I see so many kids. By my handman help me a lot. 他的猴神啊，帮他很多啊，他的猴门。I, you know the Balasubramanian Temple, Interstate Park there, Interstate Park there. The handman came here, see me. Came here, came here, look me and then.Oh, okay. Just but this one I never tell anybody. Now only I tell you. This is a problem. 没有采访不说哈，采访这全部都抖出来了哈。然后呢，今天是很温暖、很温暖的一天啊，因为呢，两个朋友呢在失散了大概20年哈，重逢啊，就是重逢。然后呢，被误会哈，I went Kulwang. I do the firework for them. I bring my Taising. I stay there. We do a firework.Ceremony, we do everything for them. They all group there. Yeah, so it's a 荣幸呢哈。But until now, I'm 18 years. Now I'm 70 plus already. 七十多岁了。My God, with me. 他神在他身边了。My God, help me a lot. 对，他神帮了他很多很多。Help me a lot. Okay, Ken, thank you for the interview 哈。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all the story 哈，就是很德高望重的一位 master 哈。然后呢 ，I hope that I mean.When to see you at Xuan San Miao at Douguan. Sure. When they do celebration, then you'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Then Tyson Yao will come. You all allowed me, I will bring down. So you all never give, because I have to respect you all. 对，好，谢谢。I have to respect your prayers. Then your prayers, then I can bring down my prayers. 对，好，然后呢，以后宣三庙的庆典呢，就多了他了哈，就是神庙他的个大圣爷哈，对，啊。Thank you, 谢谢，很温暖。He was very small boy. 从小看他长大的啊，很感动的一天哦，就是今天。I'm very happy. To see this group together gathering. I get a new power already because. 七十多岁。Your father got any problem? I will come down.I got any problem, we go to come down. No worry. Okay, I never let go your father. Definitely. 你看，啊，听到了哈，很感动哦，很温暖的一天哦。今天在这边，嗯，很亲切，是 very lovely today. 对，是 respect 他的。所以今天呢，哈，很感动啊，很感动哦。然后呢，那希望以后呢，在玄山庙哈，我们就是会看到他们的这个印度神明哈，一起来庆典，再庆典哈，然后呢一起庆祝。Hello， 来，我们再看看他们的神坛哦，他家里神坛，他除了那个大背公哈，对，大背公了，还有那个大圣爷哈，看他跳大圣爷嘛，对，七少爷圈卡一幕是的，对，他。刚才他说着啊，他眼睛就开始有这种泪光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记录这些庙宇文化哈，就是看到这种情景，然后你就会，Mahesh Kumar is at block 636 啊 ，second floor in Yishun. Yishun again, Yishun again. Okay, so just now you hear what this master say, right? So it's very touching, it's very touching. Okay, show you again this.Statue, this effigy, this statue, the thing is, it's a half, Haruman and half Lord Ganesha. Okay. And it's one and only in Singapore. Okay. Now, today they have, so, 玄三廟今天呢就是来这边就是来感激齁就是这位 Hello, Master. Thank you, Master. So just now I know the story of how,Lord Ganesha saved him when he was very sick. So today his trip here is to show appreciation. Yeah. Yeah, he. Yeah,
he carried, it's almost, he said it's almost like 19 to 20 year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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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very nice, and thank you, thank you. 很和蔼可亲的哈，就是他们，对，好，好，那现在呢哈，他们解封解封解封，那这位穿那个singlet 哈 ，singlet 哈，背包袱 ，correct， 有背包袱 ，correct，singlet 呢，是他的儿子哦，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啊，然后我就说啊，你是他儿子啊，那你的老爸也是要传承给你的哈，啊，你是要。那这一位刚才也是突然间跳大声也好，突然间跳大声也好 It's very, This place is very powerful、哦、This place is very powerful 对、哎、打腹他说就是有时啊哦哦哦哦哦哦哦人哎哎呀所以呢我非常喜欢看就是我们华人神明跟印度神明的这个交流这个 interfaith 这个交流啊哦我这条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哦这条坏手然后呢铁公说了哈，就是如果你是，如果 ，OK， 如果你是有神明的话，你就一定要请他来哦，你不可以控制。What place upstairs? What unit 啊？啊，零二九八，零二九八哈。这是阿丫哈。他没有 like， 他没有 like， force him to like， force him。哎呀，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哎，不过我记得的不是二九八哦，我记得是大牌六三六哦，二楼是六三六二，没有。这位，他们都是七十多高龄的哈，七十多高龄，然后呢，是，很荣幸遇见这两位兄弟哦，然后呢，救了宣山庙的这个Michael 哈，一条命，一条命
啊，然后呢，为什么 Michael 呢？每次在大宝生节呢，他都会去卡巴利啊，哦、就是会庆这个印度的这个节日，哦，就是前三庙，就是因为他的命呢，就是由印度神明救回来的哈、哦。对，当时呢，他的肺哦，就是已经出现白点哦，白点很多白点，所以呢，感恩哈、哦，感恩他们就会来这边今天。我们提供的 Give Consultancy 啊，不喜欢讲话，他说不喜欢讲话。我对这个庙不了解嘞，不了解啊、而且他们是属于基于他们的善心啊、今天这个 event 才会来的，然后他们开放，我不懂他们开放，你们可以去问宣三庙，宣三庙啊，是，等我宣三庙这位先啊，问他啊，你们去问他哦、啊，他们在跟他们属于。差不多是兄弟庙了吧？那今天呢？哈，很开心来这边记录这边的这个文化交流哈，对对，这个新都教跟我们的这个本地民间信仰的交流。然后呢，我以为今天只是看到一两个哦，结果呢，有很多 surprise 今天。去拜一位房间没有收拾啊房间没有收拾你没有收拾你房间，我又不跟你说话了哈，杰公。而且这个年轻人他不大爱说话哈。没有，他们已经退了 tent， 他们已经退了，印度人已经退了，都退了，就剩杰公跟这一位阿里亚。Before you go to school. OK 啊，所以今天呢，我的直播就到这边了，因为呢，现在呢，我要练一练我的新的 camera， 我要拍照了哈。OK， 我们下次见。OK， OK， ask them now， are they open for consultation？ 我问他多少啊？问多少啊？啊，你们重新看这个 Facebook 啊，真的很精彩，刚才很精彩。好、啊，有一些。神明降价的是突然间就这样。今天才四周，五周。那很多人问我明天会去哪里的？明天我整天哈、哦，我整天都会在新山店哦，因为呢，他们来了很多重量级的这些台湾的小法鼓啦哈、哦，都是我没见过的哈、哦。然后呢，我也是希望我在现场呢，我可以采访，因为我对南昆生哈、哦。
这个还有什么五百例哦，这个王爷呢哈、哦，全部呢我都是不是很了解啊，所以呢我会采访，可能是民间啊这些人哈、哦，关于这个，等一下啊 ，Do you open for consultation this place? Do you open for consultation? You want to? 这个豆他不知道。OK， 等一下我先下线了，然后我问他哈，我问他说呢，我会写在我的 Facebook 那边哈，然后你们这边看 ，OK， 这边有没有 open for consultation 了？通常他们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新加坡不是很方便哈，不是很方便。OK， 大家好，我先下线了哈，然后我们明天见，新三店见哈，早上九点半开始了哈，会一直直播到晚上，好，一直直播到晚上。OK， 看一看台湾的小法鼓，台湾什么五百例王爷啦，什么他的典故哦，他的典故呢就必须要采访哦，你们才会了解哦，南昆生什么地方？好，好，我们明天见啦。